小小这事儿不死，那死的就是我们！王八蛋！丽丽，丽丽，把所有的入口都堵住！ 时候了，还在窝里横，想死在这里是不是？舍南，你怎么样？舍南，你怎么样？你现在不应该来这。亏你说得出来，还不是因为你的虚荣心。为了我？我看你是为了小静吧？你有病吧？ 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这一路上一直偷瞄着小静，你真当我傻呀？我看你就是有病，你个疯子！淘淘，淘淘，我没有的，淘淘，我一直把你当我的好姐妹，你居然背着我勾引我男朋友，你！我没有，淘淘，我真的没有。淘淘，静静根本看不上这种下三滥的货色，有几个正经了不起啊？你再说一遍！别闹了，别闹了。 这样下去只是坐以待毙，别怪我，迟早把这房子拆了。报应了，还有办法？仓库的船，那个破船放在仓库里好几年了，能不能用还不知道呢。那个钥匙当成装饰了，总得试试。那艘船可是我们现在唯一的希望了。 你干嘛？我想活命，我不要在这等死。你要干什么？救我！你现在出去很危险。那你比在这等死强，等我展开。救我！啊！我去找医生。 别走！你王叔，王叔，那你怎么办？只有我，我有办法！快走！王叔。
走啊，来，起来，来，咱们赶紧走啊。怎么样？船还能用吗？船还能用，快把船放下。走走。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们判断有什么东西可以用。他是不是没找到咱们就走了？
嗯。